等待这一刻已经非常久了，嘉义跟全世界都已经盼望了十分。不过这样并没有打垮嘉义人的决心跟意志，反而更确定了嘉义人想要用艺术文化为发展的宪政主轴。60年来，嘉义县没有得到中央支持的重建设，所以就像院长昨天所讲的，原来就是一片甘蔗园，所以是老苦穷的农业县。为了争取故宫南院，县政府向银行贷款了70公顷的土地捐给故宫。到今天，县政府还在偿还贷款，所以故宫真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